淘淘，你们又迟到。100、101，卡卡走。102、103、102，走。你好烦人啊！我忘了数到哪儿了，我还准备破记录呢。你的记录啊，我肯定能打破。来嘛，让我试试。别捣乱了，快点走吧。别这么小气。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快迟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抓住那个女孩！啊，她谁啊？她来自石器时代。我刚刚在实验室里成功打开了时空之门。嘿嘿，这么厉害！真的假的？但老实说，这个门吧还不太稳定。我没想到她会跑出来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要是这个女孩被困在现代了，那么她所有的后代都会从地球上消失，有可能也包括你们。这太可怕了吧！所以你们得尽最大努力把他带回实验室，我得赶紧回去守住时空之门了。喂，我们还得去。别站马路中间呀！我还有事呢。赶紧走开呀！你好，我叫卡卡，他是淘淘。喂。乌娜，乌娜，别担心，我们会送你回家。乌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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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往前走，先生，你不该来这的，后退，快回家吧。毛毛，你在哪里呀？在那里面。别过来呀！乌娜，乌娜，快放开他！乌娜，乌娜，感觉他很喜欢你啊。这个好吧，行，谢谢，但我得去上课的呀。让我来试试吧。你穿过了这扇门，来到了我们的世界，你得再穿回去，回到你的世界里去。这么解释你明白吗？乌娜，乌娜，乌娜，这花的是我。别费劲了，他根本没听懂，得用武力解决了。对不住了，但是你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，你必须和我们回去，回到你的世界去，这里不属于你。嘿，放我们下来。乌娜，你想用武力是吧？有了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我们去吓吓他。你确定这招有用吗？当然有用，大家都知道史前人类最怕熊了。哇，我怎么感觉你更像浣熊呢？胡说。我们先试试吧。祝你们好运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胡娜，妈妈，别怕，是我，我把他吓跑，你就可以。淘淘，你看，喵！救命！快跑！淘淘！住手！这不是真的熊，这是淘淘。看，这没有熊。乌娜，等等，你不能霸占毛毛，因为
就是这样，他已经名噪有主了。哎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你会遇到合适的。但是我这可是在救你，赶紧配合。不累的。无奈无奈的。他给我这个干嘛？你学着他做啊，我感觉他这是找你挑战呢。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啊。拜托你了。好吧，那我试试吧。我来看看怎么用远古语言来说回到你的世界。卡卡加油！快把我下来！还没结束呢，你赢的这个是你选的比赛，现在该我选了。这个比赛我是不会输的。107，108，109，我打破记录了！卡卡干得漂亮！该你了，祝你好运。我感觉他破你记录了，这下完了，那我不就……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有啊，我知道，我先闪了。把他引到教授那里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教授，快！欧娜追来了，她现在很生气。欧娜，赶紧想办法！我有办法了。别磨蹭了，这门马上就要关了。谢谢你了。大豆可可，大豆。他说你比我更需要他。没想到他还挺幽默的哈。对付时间真的太危险了。完了，要迟到了。
你们帮一个史前女孩回到她的世界。她一直缠着别再编了，毛毛没迟到，她可不像你们俩，你们不要再骗我了。没有骗你，她还把这个送给我们了。打火石。校长你看。哎呀，糟了。快，别傻站在这儿，赶紧进去。